赌王何鸿燊自从入院以嚟，各房仔女都轮流去养和医院探病。呢日下昼大约两点左右，三太陈婉珍就一个人出现喺医院大堂。面对守候的传媒，三太全程低头不出声，维持低调的作风。而相隔十分钟之后，四太梁安琪就在医院离开，穿着大衣的她戴上口罩，揸住杯咖啡，表现轻松。行去上车的时候，还回应了记者几句添。小心咯，啊！